第十八题，把点燃的镁带放进二氧化碳的集气瓶中，发现镁带继续燃烧，且瓶壁上有黑色斑点附着，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选项 A 写的是化学式，我们知道镁加二氧化碳产生碳加氧化镁，我们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中分子式写的正确，均衡系数也正确，所以选项 A 呢是正确的。我们看到我们的二氧化碳失去了氧，变成了碳，所以本身发生还原反应，所以它是氧化剂，所以选项 B 呢也是对的。我们看到镁可以继续在二氧化碳中燃烧，所以镁带失火是不适合拿二氧化碳来灭火的，所以选项 D 呢也是对的。而它所产生的黑色斑点应该是我们所产生出来的碳粒，所以碳粒才是黑色斑点，而不是氧化镁，氧化镁应该是白色的，所以选项 C 是错的。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屏蔽上黑色斑点为 MgO 氧化镁。